哎，我去，我这个，我实在是早上起来不吃饭，你骑车骑不动的。这边前面南二环，我找到一个卖早饭的地方，看看还有没有家园饭店。得把车锁上。我进去问一下。就给你了。这早饭，早饭还有，看了吗？这是北京的早饭，豆浆，然后豆腐脑，我放了一勺辣的，两个油条，这是炸糕，啊，这是炸糕，炸糕一个鸡蛋。我告诉你，我估计这不够是吧？你先吃着，吃着一会儿不够的话再来一碗。我骑车是没劲了，都已经饿瘪了。嗯，哎，小静，赶快把我碗搬来，快点，拿碗，快点啊！他这边是有这个，鱼条炸鸡没了，炒菜是吧？早上是早点，完事后面还有炒菜，就这意思，开始。这我跟你说呀，你要是饿了，吃什么都好吃，看这油条。昨天在那个，济州，他这个，他叫油饼，这边就是油条是吧？但是这油条，你看他那个屉的，那蒸笼嘛，蒸笼里面应该是包子是吧？一会儿来去尝尝。看了吗？这就是骑车人的饭量。这个豆腐脑豆浆已经吃完了，然后又要了一屉这个包子，10块钱这一屉还不够，然后又要了一碗小米粥，还加了一点咸菜。就这意思啊。